师傅，您这是？我马上办离职手续，正式退休了。不对啊，我已经主动申请辞职了，刚好空出来一个正式员工的位置，你怎么还会要走呢？傻孩子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交换呢？你以为咱们这种职位能和公司讨价还价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走了，我照样得走。咱们礼宾部本来就是重点裁员部门，你这么做正好给他们多裁一个的名额。哎呀，请问您是温女士吗？不是啊。啊，你好，这个您快递。对，电话的人让我提醒您，卡片上有您需要或不要看的信息。谢谢。家看到这张卡片还没过晚上十二点的话，请到白莲京公园来找我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没回家，没收到花，没有看到卡片，你就在这儿等到十二点。这儿景色不错，欣赏完景色呢？如果你不来的话，明天我就杀到你公司去。反正该面对的问题早晚都得面对。这么较劲啊，是你的风格。说吧，怪冷的。哎，你说，当初这些把名字写在锁上的人，现在还会在一块儿吗？至少当初在这儿，把彼此的名字锁住的那一刻，应该想的是天长地久，永结同心吧。什么话你就痛快点吧，不说我说了。那不行，这话得我说。如雪。你打算跟我在一起一辈子吗？你问的这个话应该是求婚的时候问的吧？是。我们已经结完婚了。是。正式领了，婚礼也是办了，可是我还没有实打实的问过你，你真的想嫁给我吗？我希望我们不要做那种名义上的夫妻。你得打心眼里头承认我这个丈夫。哎，你看，你怎么那么喜欢搞突然袭击呢？那求婚有事先商量好的吗？求婚有你这态度的吗？那前两天我态度是不好，这两天我深刻的反省了一下，我错了。我恳请你的原谅，如果再犯的话，任你处置。干嘛呀你？
再送一颗呀？我太简单了。哎，哎。行了吧，回家给我做饭去吧，我饿死了。啊，那个香槟玫瑰喜欢吗？我特意给你订的。被骗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收到的是黄玫瑰，意思是要分手。色儿不差不多吗？意思差那么多？你等着，我非把他们家告倒闭不可。这么巧啊！到饭点了，一起吃个饭吧。我记得我说过，好像是我不吃外卖吧，这家不送外卖的，而且我在这家已经吃了很多年了，从上大学那会儿开始，就是这个老板，口味一点都没变。吃个饭还有那么多要求？这不叫要求高，这叫专一。而且我喜欢吃的就这几样，很好满足的。谢谢。吃点甜的，心情呢也会变得更好。来，我心情不好的这么明显，都写在脸上。辞职了，所以买了一双这么好的鞋，算是给自己安慰啊。不是什么好鞋，就是在网上随便买的。哎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如果被郝师傅听见了，他可要上心了。我偶尔也会在郝师傅那订鞋子，他的手工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哎，说真的，既然你已经主动辞职了，要不然来我们公司啊？嗯，或者是说你已经有了新的计划？我没有什么计划，我不知道该干什么，也不知道能干什么。那这样好啊！哎，来我们积木吧，我们积木需要你的，真的。你看，积木现在已经改版了，我就来找一个敢勇于接受挑战、做事又踏实的人。来接受内容板块的业务，说真的，没有人比你更好了。怎么可能呢？当然可能啊！我说话从来都是表里如一的，刚才我说的，就是我心里想表达的。真的，相信我，没有人比你更好了。我觉得这么沟通，可以简单一点，也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会。这样真好。赶紧吃吧，待会儿凉了吃，胃会不舒服的。
小心啊。谢谢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嗯。哎，等一下，明天我有个活动，我不在公司。我已经跟金秘书说过了，他会在公司等你的。既然你不知道做什么，就试试来我的公司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你的方向。嗯，千万别误会啊，这个 offer 一定是基于你的能力范围，而且不掺杂任何的个人情感的。那我回去想想吧。在我的公司，不用装穷给任何人看，想穿什么穿什么，大家一定会欣赏你的品味的。明明是一个有条件、有资格撒娇耍赖的大小姐，为什么不能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呢？有钱去花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想要什么，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。争取不到也没有关系，可以尽情的不高兴，大胆的哭出来，都没什么的。我认为，如果连一个真实的自己都做不了的话，就算日后得到别人的爱情，也一样会过得谨小慎微，战战兢兢。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好了，我先走了，记得吃药。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上班去了。放在这，我来吧。你赶紧去上班吧。谢谢。没事。我去上班了。爸爸，拜拜。哎。啊，那个衣服我今天早上给你去熨了一下。来。我自己来吧。谢谢。一个家里总要有个女人的。你不必做这些。我这么多年在家带着可乐，一时也闲不下来。哎，对了，你工作找的怎么样了？当了这么多年的家庭主妇，想重新开始哪有这么容易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打扰你太久了？我是想说，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，我可以让朋友帮你问问。不用，我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。我现在就是想赶紧把可乐上幼儿园的问题解决了。现在的幼儿园不仅要面试孩子，还得面试家长。我联系了一下，说最好是父母都去，不然影响孩子录取。现在的幼儿园怎么这样？现在都这样，说什么要关心孩子能否得到正常的陪伴跟家庭教育。我也不想让老师觉得可乐跟其他孩子不一样。把时间和地址发我手机上吧，我陪你们去。路上注意安全。Thank you.
都到公司了，啥事没有，放心啊。是李志周干的，狗仔是他让人雇的，八卦也是他让人发的。那我就低调点呗，过一阵就好了。这事儿我有经验。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，观众对你的要求跟标准自然也会不一样。如果这件事情咱们不处理，恐怕联想是不会那么轻易就过去的。怎么处理？告诉大家，那天晚上跟你过夜的其实是米娅吗？这两期节目你让他替我录吧，稿子我就根据他来调。何必给自己找不痛快呢？去喝两杯吧。走了。既然正主已经来了，那人就交给你了。其实昨天晚上，我自己老婆是什么人，我自己清楚。拿出事实证据反驳一下。小区里一般都有监控吧？我陪你去查监控。这种事情越描越黑，我不理他，很快就过去了。要是没过去呢？没过去就再想办法呗。你们就别担心了。哎，没事啊，小杨，别担心了。你姐那么有办法的人，她说没事，肯定没事。来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眼霜啊，你也好好用一用，保养保养皮肤，别想那些没用的啊。哦，还有，这是我的蛋糕，尝尝。你过生日吗？没有啊。我过两个月才过生日呢，那，哦，这是我下午在那个烘焙培训班学的，试试。你最近这爱好很广泛嘛？我今天晚上约了那个夜跑群的朋友去夜跑啊，我不能陪你了，你吃蛋糕啊，吃蛋糕。多提宝贵意见，别多想啊，小杨，吃蛋糕。谢谢你啊，特意陪我跑一趟。哎呀，今天真的幸好有你，否则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应付这些老师。他们问的那些关于可乐父亲的问题，我真的答不出来。没事儿，以后可乐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你尽管告诉我。嗯，那入园父亲那栏。我可以贴你的名字吗？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要求有点多了？啊，没事儿，贴吧，就当是为了江城。谢谢你啊。一会儿接上可乐，咱们在外头吃吧，就别忙。其实我觉得有个家让我忙一点也挺好的，总比我一个人不知道要干嘛强吧。
哦，对，刚刚刘科给我发微信说他们带可乐去玩了，而且就在家附近，说那我们就不用去接了。他们家那么点儿，能住下吗？人家都那么说了，那我还能拒绝吗？而且可乐还挺喜欢佳倩的。好吧。我先走了啊，你们回家路上小心一点啊！拜拜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慢点，慢点。来来来，我住了。西西姐，好久不见啊！爸爸 ，Who is she? She's Papa's friend. 这是我大学同学的儿子江可乐，我段旭还有另外一个大学同学都是他的干爹。干爹？你带孩子先把票买了。去吧，拿票。慢点啊。怎么我大学同学常年工作在国外，最近出车祸了，人没了。孩子他妈在那头也无依无靠的，这不刚回国吗？那今天他忙，交给我们照看照看。你和段旭还好吗？我们分手了。抱歉，我真不知道，我们最近联系的也挺少的。你走吧，他们还等你呢。好吧。就是想要戳戳你的锐气，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心不古。但我不想。我煮了红酒，可乐不在，你喝一点好睡觉。身衣洗了，还没来得及去买替换的。我看到那边有一套新的，所以我就……你这次愿意帮我们。挺意外的，毕竟之前我没有跟你分手，就跟江城在一起了。那你这次跟你女朋友分手，是不是也是因为人家接受不了你不结婚啊？可能没结婚的女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执念吧，以前对婚姻的那种期许，那种美好，大部分都不会发生，而且消失得非常快。而那个时候，我们往往不清楚，到底是想结婚，还是想跟那个人结婚。你早点睡吧，我明天一早还开会呢。大旭，
如果我那个时候没有逼你结婚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还会在一起？没有如果，过去的事还提得干嘛？可是我后悔了。我当时不应该怀疑我们，我不应该那么懦弱，那么妥协。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分开，大家都那么痛苦，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选择？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结不结婚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，我只想照顾你，陪着你。换了，以后也别碰他的东西。明天我就租房子让你出去住。我是看在江城的情分上，觉得你们母子俩特别可怜，才让你留下来住的。不要跟我说这些话，我真的不想听。以后除了可乐的事，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我不想因为你毁了我跟江城的情分。不顾一切的爱过他，而且现在，不管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还给他，都会被他解读为纠缠。悄悄，他以前看见过我是怎么纠缠刘可，我不想再被他讨厌一次。逃跑的力气都没有，在婚姻这条道路上，我摔倒了，爬起来，又摔倒了，再爬起来，一次又一次，我这次真的没有力气了。我不想再爬起来了，我就像这样原地趴一会儿，就趴一会儿，也许趴着趴着一切就都好起来了。
对不起啊，我没事儿。我本来以为这事儿很快就能过去，现在牵扯到你了。要是蜜雅能站出来替你说句话，比你解释什么都有用。他主要是要跟公司续约了，还要竞选市里什么优秀主持人。要是现在让人抓住把柄的话， 这太惨了。那你不是要跟公司签约吗？我签不签约无所谓的，你都知道的，我干不干都无所谓。名声呢？要不然我带你出去国外散散心，反正你也休息。那不行，跟逃兵似的，我也不怕他们，我一个人倒无所谓。 现在不是有你了吗？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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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心，我
别干坐着，我们边吃边聊。学姐，你真想把我和天野之间的事情告诉大家吗？如果这是事实的话，没有什么不妥的，除非我跟天野的关系并不存在道德问题，是他跟莉莉周分手了，我们才在一起的。但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呀，尽快把事情说清楚了，对大家都好。可是米娅怀孕了，而且这个时间点刚好就卡在我和莉莉周分手之后，她还对我纠缠不清的时候。之前我和莉莉周还在一起的时候，她就已经怀疑米娅了。后来我还帮米娅开了现在的节目。她是怎么对你的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。她现在就是一条疯狗，逮谁咬谁。如果米娅再被她咬住的话，恐怕不仅是我，最近天也频繁出绯闻，公司一定不会放过她了。我们的关系，我们的工作都会完蛋。学姐，既然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想莉莉周该闹闹了，该撒的气也撒了，很快就会没事了。我求你息事宁人，别把我推出去。米娅，你是不是有点自私了？白主厨，是我自私吗？我跟天野的关系藏得那么好，如果没有这个事情，根本不会有任何人知道。那些狗仔，他是冲我来的吗？还是我得罪他们后面什么人了？为什么现在出了事情就要把我推出去？那我的工作怎么办？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我跟天野的关系怎么办？这不是要毁了我的人生吗？可是雪，我是无辜的。你呢？你也无辜。我们先走吧。如果你愿意不曝光这条视频的话，我一定会跟公司力保你的签约不受影响。
毕竟我们两个之间是真的没有任何瓜葛，任丽丽这怎么闹，很快也就过去了。我和米娅不一样。我想想。我跟你保证，明天起来之后，这件事一定会调出热搜。请再考虑考虑。事你早晚得跟公司、跟大众有个交代吧。什么时候交代，这是他们自己去选择的一件事情，对吧？我们不能替他们做决定。但是肯定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出来说这事儿，肯定不是一个好时机啊。你不会真的想替他们把这件事情给扛下来吧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个逻辑反了。我没有想替谁扛任何事情，但事实是。莉莉周这一次确实就是冲我来的，所以米娅她说的有道理，她在这件事情里面她现在是无辜的那一个，所以我想就给陈天野一点时间吧，他就算是为了保护米娅，他会尽心尽力的把这件事情处理好，对吧？我不同意你说的，在你进公司之前，他们的梁子早都已经结下来了，而且现在陈天野选择的处理方式那完全是掩耳盗铃啊。你以为这事儿真的能过得去吗？老百姓不会当作没有发生过，只是大家不提罢了，将来一有机会还会拿出来咂吧咂吧，除非你把真相摆在他们面前，要不然大家就会以为你跟程天野有一腿。我控制不了大家怎么想啊，你相信不就好了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这是个理，我真的觉得米娅在这件事情里面是无辜的，我现在不能把一个无辜的孕妇给推出去，替我来转移这个舆论的这个指责。如果有别的方法我们可以想办法，但这个方法我觉得现在不合适这么做。现在不是同情心泛滥的时候。你怎么，我跟你说不明白，我没有同情心。他会成为你的污点，影响你的一生。白先生，我讲的是这么一个逻辑上的道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是怎么的呀？喂，姐，你跟姐夫没事吧？挺好的，我们。你们别吵架啊，你们都是无辜的。不会，你姐夫这么一个有修养的人，怎么可能跟我吵架呢？我就是有点担心你，但不知道能帮你做什么。不用担心，我哪一次上热搜都是因祸得福，这一次也。挂了，不要担心，能解决。臭的！好的，具体的方案我再发到网上。哎，王小姐啊，你看这是您的外卖，没错吧？对对对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哎，没事，哎，记得给我好评啊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小曹，丁总。你也被裁员了？我本身也没转正，不能算是被裁员。你找不到别的工作吗？您是不知道现在找工作有多难，蒋博经验那么丰富的员工，他都要去给人家工厂看门当保安了。你说我也没干多长时间，哪有酒店会要我？丁总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一单，我得赶紧去送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小心点啊。哎哎哎，放心。哎喂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，接下来工作。丁总，姐姐。行政那边让咱们准备关于智能酒店和人力资源优化管理的宣传方案，说是等集团审批过之后，让你去其他片区做宣讲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失去了现在这份工作，会怎么样？丁总，您不会连我也要裁了吧？
就你这个脑洞啊，是连机器人都取代不了的。您可吓死我了！您以后千万别在酒店再说那种吓唬人的话了。现在大家都战战兢兢的，生怕下一个裁员就裁到自己身上了。但如果我不是在这里上班，就算换个地方，只要自己有能力、有价值，就会被需要，不是吗？